别为了一个小小的挫折、小小的失败，而放弃继续努力。人生的成长过程中，挫折与失败是一种学习，一种考验，让你走更远的路。过程中有挫折，有失败的成功，更有品味，更有价值。自己跌倒，自己站起来，哪里跌倒，哪里爬起来。勇气、志气、坚定、坚强、坚持。人在学习中长大，在失败中成长。错了不用怕，最怕不知错。了解因缘，悟到明理，乐意包容，乐意接受，乐意处理，乐意放下。大事小事成好事，成喜事。放下一切，释然一切，是曾经让你受伤欺负你的为过客陌生人。以学习为成长之道，善记一社义务执行主席拿督司礼卓顺发太平绅士与您分享。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迷时失度，悟时自度。